9月19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来西亚百年华教》。我是英良，我是小林。是的，那么今天马来西亚百年华教的制作团队就来到了昆城新校舍落成典礼的现场，这里的气氛呢可以说是相当热闹啊。是的，那么在现场啊，就可以看见几位昆城中学董事正在新校舍举行剪彩仪式，见证了新大楼启用，揭开了昆城中学历史的新篇章。是百年树木的事业，南昆中学创校至今，多年来致力于尊重话语，重于努力的首胜突破，步步步跑上的期望。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所百年古中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是的，那么在我们现场啊，就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但在邀请嘉宾出场之前，让我们来观看一段关于昆城中学早期的历史短片。我们马上来看看。
好的，看到这个短片，让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我们特别嘉宾陈红星女士。Thank you.
今天分享。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我再次向马来西亚华侨致敬，也向百年古风尊贤中学致敬。是的，那节目的尾声，带大家一同观赏由高丽文香 A 所带来的舞蹈表演。我们搭上时光机，重返17岁。我是叶颖良。